这个世界上里面呢，如果要成功呢，它有它的秘诀的。所以你看100位参加传销也好，直销也好，网络也好，高逼点也好啊，你是看到10位拿 BMW， 哎，那90位没有装 BMW， 什么原因呢？你是看到几位上台拿50千、100千的东西，而下面那些呢，只是拍拍手就要回家了。他有他的秘密啊，所以今天小弟跟大家分享他的6大专家的秘密啊。飞走了咯，他有5次，所以呢，这个小妹妹又生气了，爸爸怎么还有5次呢？来，快给我一个水枪。现在5次又跌一次下来，还有多少？不要抓热情啊！你们先到走啊，小妹。到你了，小妹妹，那5个都是龙的话，听啊，现在绑六个还有多少？3个。啊，哎，3个厉害哦，厉害哦，差一点点。2个。还有2个。啊，你家啊，我有病啊。因为哈、哦，这个5位里面，2位呢有喝这个红岛咖啡比较壮，那3位没有喝红岛咖啡，就当兵死掉了，所以还有2次，所以要喝多久红岛咖啡，被保持。因为哦，我的朋友啊，全部可以上网，他们有自己的 laptop， 他们可以上网学习很多，找很多资料。爸爸，我又没有 laptop， 你没有买给我。晚上呢，你就叫我呢，9点过后要关灯，要省电。你又说最近电很贵，哎，所以呢，我就念书比较差一点，所以全部都比你就好。哎，喂，怎么这样啊？嘿，你学蓝鸟的，我跟你讲的火费干火就点，不要传上蓝的。老爸，你好像3年没有买过新鞋子了。你不要讲，我才可以的。你好像忘记买鞋，今年你又讲不要买哦。你讲啊，穿旧的比穿新的比较好啊。现在是在哪里讲啊？你讲乜嘢？我唔识听。天命啊，苏天命。啊，你系天命我，真系天命。做乜点买条天啲乜嘢嚟嘅？唉，嗰度讲系嗰只咩公家豆腐自己补助。哦，系咁噶啦，呢度应该有医生呢度冇咧，是这样的啦。啊，你现在是怎么个天命啊？虽然你的女儿、你孩子在学校啊，都可能主办去哪里送礼金啊，啊，父母要签名啊，然后咩中国大陆那个女儿咩事啊，都唔关我哋学堂嘅事，冇事我哋啊。